萧师兄，你夺伤心花是想以此要挟鬼王，阻止复活兽神吗？不错，我们现在有人质在手，正好可以逼鬼王拿伏龙鼎来换。鬼王不会换的，他复活兽神的大计远在必要之上。能拖一时不也是好的吗？正好也可以阻止他布置法阵。若他不换呢？必要的身体我们将如何处置？魔教邪徒动起手来尚不能心慈手软，更何况是对尸体。陆师妹，眼下大敌当前，你若是再狠不下心来，那么昔日在青云中战死的师兄师弟，以及今日在焚香谷被广宗所害死的同道们，他们又该上哪儿去喊冤去？而如今形势岌岌可危，我们又势单力薄，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一切当以大局为重。我赞同萧师兄的意见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去给鬼王送信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我跟您一同前往。那你们多小心一些。走。靖宇，我知道你觉得事情的做法有些不妥，但是非常之事，当行非常之事。天师叔那里修复结界，甚好修为。若我们不能粉碎鬼王的阴谋，待兽神复活，率领妖兽冲进中原，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。师兄，我明白。你是名门正派，何必藏头露尾？鬼王，你女儿在我们手里，想要尸身就拿伏龙鼎来换吧。陆雪琪，我听秦无言说在小池镇碧瑶曾经救过你的命，难道你们青云弟子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吗？当年的解药是张师弟为我换来的。张小凡，那张小凡的下场又是如何呢？青云之战他拼尽全力救了多少人，可以说是救了你们整派，可到最后道玄反倒是给了他一剑。魔教邪人莫要蛊惑人心。蛊惑人心？哼，你们这些自诩名门正道的人，做起恶来当真是比我们魔教要邪恶千百倍。也罢，你们回去告诉萧逸才，他在魔教卧底的日子该学到的都学到了，是时候出师了。休要挑拨离间。该清算的我一定会和他一道清算，告诉他我会如期赴约的。当年师尊派我到你们魔教卧底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
碧瑶，高高在上的少宗主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而我呢，从人人敬重的大师兄，到了卑躬屈膝、畜生不如的魔教妖徒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想，怎么样才可以将你们魔教尽数覆灭？怎么样才能弥补我这些年来所受的痛苦？十年前，张小凡煞费苦心，总想着去消弭仇恨。可是这么多的恨，那么重的怨，怎么由得你们去消弭？你们不够强大，所以才会被仇恨吞噬。你命丧诛仙剑下，而张小凡变成鬼力，生不如死。当真是天地不仁。要我看，想要活下来，只有比强者更强，比恶者更恶。不好，小师兄是想支开我。要怪，就怪你爹吧。等我杀了你爹，尽数覆灭魔教，这世间再也没有正魔敌对，这仇恨自然就消了。原来你就是兽人。又一个正魔不分的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躲到哪里去。林靖宇呢？我已经让他把伤心花藏到一个隐秘之处去了。藏起来？那我们拿什么换伏龙鼎？我压根就没想过把伤心花交还给鬼王。萧师兄，怎能言而无信呢？对付魔教妖人，何必言而有信？你可别忘了，临下山之前，水月师叔交代过我们什么？除恶务尽，绝不容轻。哎呀，鬼力！哎呀，幸亏我抄近路啊！哎呀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爷哥，你回去，别跟着我。鬼力，他是谁啊？该不会是鬼王派人跟踪你的？我，他不会。我是碧瑶的手下。我负责他们俩的周全，你是谁呀？他叫小白，是碧瑶的姨婆。姨婆？姨婆好，姨婆你好。先前叫我伯母，现在又叫我姨婆，再把我叫这么老，小心我揍死你们啊！行了，上哪儿去找人？碧瑶，不是鬼王的女儿吗？鬼王怎么不去找？哦。鬼王宗的大部分人跟着鬼先生和青龙去了明灵峰了，鬼王准备亲自去找，算他还有点良心。萧逸才抢走了伤心花，一定会借此威胁鬼王。到时候两方交锋，碧瑶一定会受累。碧瑶的肉身不能有半点差池，否则复生无数。我们分头去找吧。
这可有10年了吧？说实话，我挺羡慕你的。你这样一睡，就能睡到天荒地老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悲伤，比起红尘里的人，还更幸福些吧。 不像我这些年里，我很少能入睡。我想师父，想小凡，想我们并肩同行的时光。是你，快上来！ 我和你无话可说，欠姑娘的恩情，有机会定会报答。你们先走。碧阳，你一定能够活过来的。得把小凡叫过来。 镇魔古洞，叶公，你传讯给鬼王，说找到了碧瑶，让他不要担心。久违了。 鬼王，萧逸才，你想要得到伏龙鼎，可以，但我要先见到我女儿，伤心花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谈条件？把伏龙鼎交出来，否则你就再也别想见到你的女儿了。<笑> 笑什么？死到临头了还故弄玄虚！萧逸才啊，萧逸才，当初将兽神之血注入你的身体之内，你以为我就没有后手了吗？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在这10万大山中残留的兽神之魂在不停的召唤你？作为兽神替身的种子，你成长得非常好。 已经快要成熟了，现如今，你居然还敢跟我谈什么条件？什么兽神之血？你不要在这挑拨离间，快点把伏龙鼎交出来，马上！我来帮你。 不管是兽人还是青云弟子，我都会在冥灵峰顶峰恭候。有命上来，就来吧。
野狗传来消息，已经找到碧瑶，就在镇魔谷洞中。鬼力守着他。宗主，正派又攻回了焚香谷，弟子们力战不敌，已退入十万大山，已避敌人锋芒。现在他们正在山下，等候您的吩咐。这次青云也派出了不少高手，连田不易都来了。没关系，四灵血阵。 一旦开启，兽神之魂就要控制十万大山。到那个时候，再多的敌人也不足为惧。不知宗主为何没有带回祭品？若是让他落在正道人士手中，可就糟了。散落在此的兽神力量，一定已经感觉到祭品的靠近。越进入十万大山，祭品的力量就越强大。他一定能够感觉到兽神之魂的召唤前来此处。 真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先下去看一下。哎，不行，一会儿我先下去，你跟着我。 小心点儿，小凡啊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这什么也没有啊？不是啊，昨天我丢下来一个包子，包子。静宇，血，血。 好像是，流这么多血。
不像是只兔子啊，而且我昨天扔下来的包子也不见了，一定是被吃了吧？哎，我说他要不就是自己出去了，要不就是有人把他给救了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嗯，应该是这样吧，但是兔子会吃肉包子吗？还是狐狸？不会是人吧？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是乱想，这儿这么高，没有绳子根本就出不去的好不好？再说了，我们草庙村可是在青云脚下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看你一惊一乍的，咱们回去吧。哎，静宇，你说这地方这么隐蔽，当成我们秘密玩耍的小屋不错啊。以后我们来这儿玩，他们肯定发现不了。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聪明的？啊？哎，抓不到了！哎，哎，来呀，来呀！哎，哎，哎，以后我们经常来这玩。你身上的功法被人吸收，是谁会如此邪术？田师叔一直在等你。我现在只遵循自己的本心，只为自己而活。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为自己而活，即便前路满是荆棘，你也不怕。我这一路以来，哪一步不是荆棘？方才我误打误撞进了这个山洞，还以为自己无路可逃，但是仿佛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指引。这就是圣女玲珑，这就是她当年封印兽神的地方。兽神？鬼王告诉我，四灵血阵告成之时，帝妖或许能醒过来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与鬼王决战。然后呢？复活帝妖。这实在太危险了，我能帮你做什么？不必了，我不想欠任何人的情。鬼力，碧瑶也是我的朋友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希望以后不会与你再交手。出去一会儿。
我在洞口布设了一个结界，从现在起，只有你能进入，其他人都无法进入这个古洞，除非是你自己用符文把它解开。多谢。我救我的侄女，侄女婿，别太客气了。就是啊，客气什么呀？都是自家人。谁跟你是自家人？不熟。 远点儿！这是什么鬼？不是鬼。 他是不想你去死，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不能让他死啊！否则的话，这洞里的碧瑶还有余都的小环，非得把我给埋怨死不可。我走了。哎，做晚辈的太逞强，做长辈的也不省心呢。算了，再帮你们一道吧。谢谢姨婆。哼。 鬼帝，又见面了，找到碧瑶了吗？他没事，不用你们惦记。萧师兄夺走伤心花时，我并不知道碧瑶在里面。萧雨才现在已经被兽神控制，回去告诉你们的人。我们的人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跟鬼王一伙了，对吗？我现在只想复活碧瑶。 不要逼我出战。你还记得七脉比武时，我们两个第一次比试吗？当然记得。那个时候的你，已经可以使用神剑鱼雷真诀，实在是了不起。 那时候，无论我的功力和修为，都在你之下。可那次比武我输了，我也知道，在最后关头，是你故意收了手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胜之心。都这么久的事情了，你还放在心上，有什么意义呢？ 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余都的并肩作战，死灵渊的拼死相护，小池镇的生死与共，往日种种，我全都记在心里，从未忘却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今天跟你说这些话，只是想告诉你张师弟，这十年来，我心里一直都没能忘记，心里盼望着你还可以回头。可事到如今。 是我痴心妄想罢了，一切都不能回去了。鬼力，还记得在天地宝库，你跟我说的话吗？现在终于到了你我一战的时候，那就让我看看，
这十年来，你到底有多少进境吧？你既然已经投身魔教，为何还用正道法术？世间功法本无善恶之分，是人心赋予他善恶。在侠义人身上，他就是善；在魔身上，他就是邪。胜负已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奉师命前来，必须跟你了断当年的恩怨。了断什么恩怨？是苍松，还是道玄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再多说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其他的事情我都已经忘了。封印千年的痛苦与绝望终于要结束了，待我再次获得肉身，我一定会杀掉所有的人。神尊，请您稍安勿躁，法阵已经成型，十万大山的灵气正在向此汇集，您放心，这次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使您获得完整的肉身，成功复活。我需要血，除了四灵血阵之外，我还需要一个年轻的躯体，你们为我准备了祭品吗？祭品正在赶来的路上，很快你就可以见到它。哦，我感觉到了，是血的气味，是用我留在人间的血培育出来的祭品。虽然这个躯壳不够完美，但勉强将就吧。这么重的力气，他要是复活了，岂不是所有人都很危险？现在这个局面也只有一事。死灵血阵从布设到到达最高力量需要12个时辰，在此期间不能有任何差错。青龙游击，你们安排其余弟子到山下防守，切不可有任何轻敌之意。碧瑶呢？碧瑶他怎么办？野狗传来信报，鬼力将碧瑶封存在镇魔古洞了，小白施加了一道结界，想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我们需在此保证四灵血阵的运转，才有机会让碧瑶复活。游击，我们距离我派振兴大业最终只差一步之遥，以大局为重。是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原来是一枚弃子。你滚开！滚开！你原本是青云门掌门的首徒，自幼天赋异禀，前程似锦。但一夕间，命运就发生了转折，你的师父抛弃了你，命你到魔教中担当卧底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一切都是以大局为重。以大局为重，为什么门下这么多弟子不派，偏偏派你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待你卧底归来，旗号早已建立威望，掌握大权。旗号是我师弟，他不会是下一任掌门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事实如何，你早就看在眼里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在你师父的眼中，你是死是活又有何要紧？你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。鬼王让你受尽折磨，喝下我的血液，
这么多日日夜夜里痛不欲生的滋味如何？到我的身边来吧，从此没有人再敢轻视你。只要来到我的身边，你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，跟那些陷害你的人复仇，完成你梦寐以求的愿望。雨声